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篇课文讲述了毛主席在江西瑞金领导革命的时候，带领军民开挖水井的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大家好，我是江西省瑞金市市长刘春霖，很荣幸向大家介绍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赤橙黄绿青蓝紫，随此彩练当空舞，这壮志凌云的诗句描绘了瑞金如诗如画般的意境。这里是一片多姿多彩的盛地，红色就是最鲜亮最厚重的底色。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毛主席的称呼从这里开始喊起，一直喊到了北京，传遍了世界。我们党在瑞金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瑞金现存有革命旧址12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共和国摇篮景区获评国家5A级旅游区，是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同时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发祥地，党和国家初心使命的重要起源地，54个中央国家部委在这里寻根溯源，并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进瑞金，您可以品尝红井甘泉，探访革命圣地，追寻初心使命。当年鏖战集弹动前春壁的大摆地战斗令人惊心动魄，17棵松、8子参军、一生守望的故事催人泪下，大型原创音乐剧闪闪的红星让人瞬间重回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瑞金不仅是红色故都，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公元953年建县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笔架凌霄山古塔，绵江双清古桥痕，千年的风霜积淀使瑞金成为独特的客家古邑。当年客家先民南迁，在这里寄居并繁衍生息，形成了瑞金独特的客家文化。境内存有宋朝古钟祠、清代古牌楼等客家建筑群200余处，国家级传统古村落6个，瑞金民歌、传统竹编、瑞墨制作、客家祠堂营造等各级非遗项目133个。瑞金自古以来文风鼎盛，苏东坡曾在这里挥毫写下《瑞金东明观》，王阳明曾在这里开坛讲学、传道授业。瑞金籍近代思想家、维新志士陈赤留下的叙赋国策影响深远。来到瑞金，您可以尝一碗鲜嫩爽滑的牛肉汤，看一场韵味独特的采茶戏，听一首空灵婉转的客家山歌，打一回软糯香甜的黄缘米果，逛一次淳朴静谧的密西古村，穿越千年的历史云烟，您会感受到客家人持续流淌的生命旋律。红色瑞金热烈赤诚，古色瑞金悠久厚重，而绿色瑞金则生机盎然。瑞金是中国绿色名县，森林覆盖率达75.8%，空气优良率达99.6%，有成片的森林公园3个。许多来过瑞金的游客都说，瑞金的水很甜，蔬菜很甜，脐橙很甜，连空气都是甜的。在瑞金，您会全身心受到滋润。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罗汉岩鬼斧神工，赣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语花香，黄柏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九堡铜柏山钟灵毓秀，
瑞金山清水秀，令人流连忘返。瑞金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近年来，我们推动红古绿相融，城乡景区一体，加快构建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立体交通枢纽，奋力打造全国最佳的红色旅游胜地。我是刘春林，我代表71万热情好客的洪都人民，诚邀海内外朋友相聚瑞金，重走红军长征之路，探寻共和国之根。多彩瑞金，欢迎您。